那看起来对你算数了，对不对？老爸扛这个八钥匙回去喂猪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哇，把它冲回去啊，省得扛太重了。让它冲回去。走了。完，另外那一根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你们看，这两个八钥匙扛的话太重了啊，就这样子冲回去。大山里。太美了，大山里，你们看，好高那下面，哇，蓝天白云。我这个呢，老爸说这个方法带叶子馋，走了。哇，他自己还会转弯呢啊，不错不错啊，真不错。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你看他自己还会转弯。到底他妈大几扛啊？他你看老爸高兴，不用扛自己都会跑，老爸都高兴了啊！把它给拿出来，都脏了。把这个老的皮给剥掉，本来刚刚砍的时候就要剥了，但是冲一下再剥更好，太老了。可以了，那回家了。这芭蕉树啊，我们可以做芭蕉心吃。